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16面，516面。地洽，从头看起啊。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者，皆为言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证一切声闻成果，如中品上生，花开即得阿罗汉果。中品众生七日花开得须陀洹，经半劫后成阿罗汉。中品下生也是七日后得须陀洹，但须过一小劫方成阿罗汉，皆是小乘圣果也。这是念老引用《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中品三种往生啊，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相当于本经三辈当中的中辈啊。本经三辈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观经上没有这样的文字啊。这个中三品呢都没有说发菩提心，那么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所证的果啊，都是声闻果啊，小果。我们知道中辈的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方便有余的，下辈的是凡圣同居土，上辈三品是十报庄严土，确实不一样啊。总是修净土的人根性不相同，与无始劫以来修行习气也不相同啊，感果啊当然不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到的，这是个人修因之所感。如果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就不一样。因为48愿，第20愿愿文里头有，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致菩萨，没有说中三品除外，没讲，也没有说下三品除外，
那么由此可知，下品下生，生到极乐世界，也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佛愿一加了，那就都成了阿惟越致了。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地位呢？是上三品的地位。上辈往生了。这个是粗说略说的。要细说呢，跟华严经上没有两样。上辈往生里面是41位化身大士。那就不是三辈了。41辈了。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果位的人，在极乐世界住十报庄严土。但是，极乐世界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它虽有四土三辈九品。理上有，事上呢？事上看不到，事上他们是平等世界。大众啊都能够聚会在一堂，这个不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上上品的人。跟下下品的人在一个教室上课，天天见面，时时会碰头，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呢，不能不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他说如中品上生，举个例子来说，花开即得阿罗汉果，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超越六道了。六道是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当然它是方便有余土了。这是中品上生的，到那个地方。花开见佛，中品众生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7天，花才开。花开的时候，他不是阿罗汉，他是须陀洹，小乘里面的初果。确确实实，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经半劫后成阿罗汉，那么他的根性呢，不如上面前面的也是一类，而中品下生呢，也是7日后花开的须陀洹果。中品众生的人，半劫就成阿罗汉；中品下生的人，要一小劫才成阿罗汉。
啊，那我们也知道了，前面所讲的半戒是半小戒，啊，不是大戒，是小戒，啊，成阿罗汉，都是小乘圣果。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四圣法界，啊，我们就知道，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底下是善导大师为。善导大师说的话，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啊，那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生十报土，而生方便土？过去生中学小乘的时间很长，带着有浓厚的小乘习气，他是上善凡夫之人，啊，中品众生是小乘下善凡夫之人，啊，这善修善功夫不一样，啊，一个上善，一个是下善，而中品下生呢是世善上福。这说明前面是修出世间法，中品下生修的是世间法，啊，世间福报上福啊，啊，凡夫人啊，啊，世间福报跟出世间福报在四上讲是相同的，都是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修六波罗蜜。我执媚婆啊，诸位要知道，小乘人，小乘须陀洹，八十八品见惑断了，他修十善。六波罗蜜，就不是凡夫一类啊，他真果了啊，他修的善。与诸佛菩萨相应啊，所以世善呢，跟出世法不相应，也就是说，它有分别，它有执着，这一类的凡夫。上至经论是与本经相违
啊，跟本经所讲的不一样，就是观经上所说的。本经中辈呢，皆是发菩提心之大乘行者。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无量寿经里讲的不一样啊。又往生论曰：二乘种不生，盖为二乘种性之人不能往生。往生论上所说的，跟本经所讲的相应。啊，此则弃于本经，而违于上之经论。啊，上面所引用的是《观无量寿经》，观跟观经讲的不一样啊。啊，如上相违之处，这两种经讲的不相同。净引疏解之，甚为相善。啊，净严疏，隋朝慧远法师。啊，他有《无量寿经》一疏。啊，是慧远大师的著作。啊，后人尊重他，不称名。啊，称净严人。净营是寺院的名字，他住在净营寺，啊，成为净营寺的大师，这是对他的敬称。啊，古人有这个习惯，啊，通常不称名，称字，啊，我们出家人也有名。也有字啊，只有老师称名啊，在家呢父母称名啊，父母老师一生都是称的名，除这两种人之外，连你的祖父母、伯父、叔父啊，亲朋好友都称字而不称名，这是对你的尊敬啊！不像现在，现在没有了。现在称人是连姓带名，这个在古时候是最不客气的啊！连姓带名称很不客气啊！那现在都不讲这些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啊。圆公大师的解释了，那就比较详细，也讲得好，善是好啊，解释得好。疏曰啊，这净严疏，天亲作往生记，往生论是天亲菩萨做的啊。这个里面讲呢，二乘种皆不得生。二乘种不生，换一句话，肯定西方极乐世界全是大乘根性，没有二乘种性啊。凡夫去往生的也是属于大乘根性啊。观经宣说小乘众生呢，也得往生，这其意云何呢？啊，这是什么个道理呢？是也，这是解释。因二乘不得生者，就此国中去时之也。啊，此国是娑婆世界呀。啊，在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来说，二乘众不生。
小乘众生先随习德，临于去时要发大心方得往生。啊，这个话是老话。他临命终时，他修小乘，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大乘，就转小乘大，他就能往生。如果他坚持小乘，那他就去不了。啊，所以在临终往生的时候，一定是回小向大。那下面呢说得很好，若用小心，就是小乘心，求生彼国无得去，在理上讲不通。啊，这是决定不可能。为是天亲言的二乘众不生。啊，所以天亲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啊，都要搞清楚。小乘人临终回小向大了，就能生到极乐世界。啊，二是终被往生。问曰：去时啊，去用大心，何故至彼正入小乘小果？啊，往生的时候回小向大了。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它真的是小乘果位啊，而不是大乘果位？这下面是解释，尤其本习小乘多故，本在此处多学观察苦无常等。啊，这是说他本来在娑婆世界修学小乘的时间很长啊，叫本在此处啊，他的根本在娑婆世界啊，平常学习的都是观察苦空无常啊，这小乘人所学的，至彼就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世界也有讲小乘啊，佛也说，我们晓得极乐世界六乘说法。树木花草都说法，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也说法，啊，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众鸟也说法，啊，你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啊。小乘人修学小乘，没证阿罗汉果啊，他欢喜听这些。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喜欢听什么法门，你就听到佛菩萨啊，乃至六乘都跟你说这个法门。啊，让你欢喜觉悟啊！啊，所以到达至彼闻说苦无常等，至彼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也听到说苦空无常，即便误解。故真小苦啊，这个小苦要跟大乘对比，
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华严经上其性位的菩萨，八性位就是辟支佛，九性位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性呢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四圣法界里佛、菩萨、圆觉、声闻。是大乘摄性位的上面四个结位。你说他小乘可以，你说他大乘也可以。大乘七心以上。一本垂宗，发大乘心，求生彼故，小乘决定是回心向大。发大乘心，也就是欧耶大师所讲的，对于净土法门，对于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心真想求生，具备这两个条件，他就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小乘人呢，他自己修正的功夫不一样啊。有人修到初果了，初到二果了，往生就很容易证得阿罗汉果。小乘的四果，大乘七心位的菩萨，更甚的可以提升到第八性、第九性。在彼国中，在极乐世界得罗汉矣。实际上就是我们用华严经来说的是证得七性的果位，即便求大。菩提心就生起来了，大就是菩提心。谭鸾、道珠这些大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呢都学过，这就不再多说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下辈往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仰，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极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这个翻三辈往生，我们要特别留意学习。为什么？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两品经文24跟25讲的是方法了，用什么方法可以去？上中辈的条件我们不能具足，下辈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下辈往生
有三个因缘，因为条件越来越简单了。中辈是七个因缘了，这只有三个因缘：第一，发菩提心；第二，一向专念；第三呢，至诚愿生，真想去，不是假的。啊，应不应该去呢？决定应该去。啊，你要是留念娑婆世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我们虽然是得人生，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遇到灾难了。什么灾难呢？我们把本性丧失掉了，人性丧失掉了，把良心丧失掉了，把道德丧失掉了。那换一句话是，2500年前，左丘明著的《左传》里头有一句话是：“人气长则妖行。”这三个是常道啊。如果就文字上来说，常是无常，无常是仁义礼智信啊。我们今天无智无礼，不仁不义不信，这五个都没有。啊，五个都没有了，人连出生都不如了。现在不但是连出生不如，连鬼都不如啊！啊，鬼里面修行的很多啊。修行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也不少啊。啊，你们看我每天讲经讲得很快乐，讲得很高兴，什么原因呢？啊，人听懂的不多，鬼听懂的很多，人往生的不多，鬼往生的很多，我看得很高兴啊。啊，没有白讲啊。啊，这桩事情总得要晓得，啊，要有至诚心。说与中辈相较，跟中辈比较一下，只是不能做诸功德。啊，前面中辈三品的都修有功德，我们今天没办法做功德。啊，什么叫功？什么叫德？这两个字要搞清楚。修行有功夫，你自然就有德。啊，
譬如，我们用四相来说，大家容易懂。持戒有功，三昧是德了。因戒得定了。三昧是定，你得到了。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了，智慧开了。我们今天没有，没有功德。今天修的是什么？福德。梁武帝那个时代，大魔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他做国王的时候，用他的威德为佛教建立480座寺庙，度出家人，他做功德主修供养几十万人。大魔祖师到中国来跟梁武帝见面，梁武帝很得意，在法师面前夸耀，我见这么多事护持佛法，供养这么多的僧众，他向大魔祖师请教，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送客，不跟他谈话了，把他送走，以后再不见他。大魔祖师不会说话，但是大魔祖师是老实人，可是改一个字就行了，他问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可以回答，福德很大很大，他修的福德不是功德。功德跟福德差别在哪里呢？功德是清净心，梁武帝心不清净，还夸耀自己，这个夸耀就属于福德，就不是功德。功德是什么？功德是利一切相，修一切善法，不着相是功德，着相就是福德。这个我们要知道，他还在别人面前夸耀，那不是福德，哪是功德？那不是功德。功德可以了生死，可以出三界，福德不行，福德只能感受人天福报。或者说五道里面的福报。六道出地狱道，畜生跟恶鬼道都是有福的，有福的。他在五道里头享福那么下辈往生的人，我们就知道。
他的执着分别习气非常冷，非常重，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诸功德。这一句话我们听了，要能警觉，我们这一生能做多少功德？如果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重视得失，那么就功德都没有了。所修的全是善法，不是功德。可是呢，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中辈没有分，下辈有分。下辈往生没问题。下面呢是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两句话可重要。这是即生念必生愿中至心信要，以至诚心愿生我国。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五句我们说成四句吧，这个四句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那我们就肯定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就这四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现在有没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欢喜的事情是什么？受持无量寿经，智持名号，如果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欢喜的事情，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一丝毫疑惑没有，相信啊。这个要是爱好信要，不是信乐乐是快乐，这个地方当动词讲爱好我相信，我爱好，没有疑惑。然后以真诚到极处的心，这个至诚就是真诚到极处愿生其国，求生净土你就决定的是这个话。偶一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行人就是念佛的人，能不能往生净土，决定在信愿之有。说得好你有真心，有切愿，你看欢喜信要，他有信。他有愿，愿生其国。这就决定的生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什么大事？这一生做佛去了，头等大事。不再搞轮回了。我们是不是这个心？是不是这个愿？如果是这个心，是这个愿，我相信你古人讲的这句话，心安理得。你的心安了，为什么？这理明白了啊，倒过头来，理得到了，你心一定安。心安，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心安？这世间灾难与你不相干了。大家有灾难，你们有灾难。啊，为什么呢？你已经取得西方极乐世界了。啊，灾难如果现前，你非常欢喜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前面我们学的很多，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来接应。啊，感应到叫不可思议。所以，欢喜信要不生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这十六个字，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那如果具足，那这四句就是保证书。啊，你说多重要？啊，这就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与回向发愿心。啊，这是讲菩提心的。菩提心的体，至诚心；自受用身心，他受用的是回向法缘心。啊，与观经的这个菩提心相应。且三辈往生贤人，啊，三辈往生都说，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故经言说律，然此三辈，人未遂殊。啊，求生净土的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千差万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辈九品也不一样。啊，这个品位不相同。至于往生，期许发心求大菩提，专念彼佛回向发愿方得往生呢，这是完全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真正想往生，一定发菩提心。啊，发无菩提心是什么？就是维耶大师所说的真心、真意。啊，真心不怀疑。啊，真愿。你就能真放下，放下什么？娑婆世界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全放下了。
啊，不再干涉了。啊，尤其是在往生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如果一念放不下，你就去不了了。啊，谁能保证自己在临命终时真放下了？平常说得很好啊。临命终，他真放不下了。啊，所以说放下了，他不是真的，是假的。真的要平时去练。现在就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一定要看得淡薄，知道什么？知道这个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物质现象，它的根源是意念，意念是精神现象。啊，意念从哪里来的？无中生有，有还归无，了不可得了。你为什么不放下？不放下，你就受其害；放下，你就得其益。啊，放下是功德，放不下都属于福德，福德也是假的，啊，也不是真的。这佛教给我有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界，《金刚经》上四句偈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这个看法，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讲这些现象的存在，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的存在，就像闪电一样，像露水一样，一刹那了。啊，时间很短的，不长啊。啊，真正通达明了，你就很容易放下。啊，我在早年曾经就《金刚经》这四句偈，啊，我把它印在透明的胶纸上，这四句话，送给谁呢？送给每个信徒家里贴在电视机上，看电视就看到，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提醒大家。啊，电视是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实的世界，跟电视差不多啊，不是真的，何必认真呢？啊，看破了，它就不干扰你的清净心，啊，这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现前，那往生是决定靠得住了。
清净心是什么心呢？真诚心。这经上讲的至诚心。专念必复，这一句重要。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功德。念一句无量功德。念无量句，那是无量无量的功德。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也还起杂念呢？真正明白了，真正知道了，不会起杂念。为什么？起个杂念，你说我损失了无量功德。这个样子才能够念念相续啊。功德比福德了，那不知道殊胜到哪里去了。谚语所谓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那功德很得了吗？一个修功德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真有福了。这个地上所在的一切众生呢，都不会遭难。这个功德多大？现在大家都在谈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真正有功德的、有福德的人，他会说：“你们有事，我没事。”你们有灾难，我没有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许多人都劝我们要念佛了，要认真去念佛了，要发心专念阿弥陀佛。再回向法愿，方得往生。我们把所修的功德福德都不享受。这个功德干什么呢？这个功德专门用来求生西方。这就是回向发愿。往生的时候，梦见彼佛，佛来接引。佛来接引有两个解释。其一少一。我们看看祖师大德们所说的。望昔为先是梦见。往生那个时候先梦见。临终时呢是眼见。现实，或是往生前一天，或是前两三天，
啊，临命终时你看见佛来了，所以三辈具有梦见眼见故，也就是三辈九品都有这个现象。啊，先是梦见呢，临终的时候你亲自见到了，觉经中说，觉经就是清净平等觉经，啊，是无量寿经汉译的，上辈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接住菩萨阿罗汉，啊，梦见，其人受命于中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梵非行引之，啊，看到啊，这个梦中那个境界现前，他看见，啊，这个时候不是做梦，他看见别人看不见，啊，看见前两天做梦那个境界现前，这是真的。佛来接引他了。啊，上辈是这样的，中辈也同梦境彼佛，往生先兆。啊，这是一个人念佛功夫成就，往生的预兆。啊，首先是梦境。临终来迎，啊，临终的时候，佛来迎接，本愿甚喜，故居因由，啊，阿弥陀佛曾经发的愿，十方世界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会来迎接的。啊，佛没有妄语，所以任何一个人临终，佛一定来接。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初学的时候怀疑。啊，为什么呢？经上讲得很清楚，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十方世界每一天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不说每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啊，世界太多了，每一分钟不知道有多少人往生。阿弥陀佛去迎接来得及吗？会不会有一两个漏掉的呢？我们唯恐漏掉啊！啊，这一点你要放心，要有信心。啊，阿弥陀佛那个头脑比电脑灵光多了，一个都不会差错，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前面我们读过，
从法身，法身是真身的，变现出无量的应身。从应身，每一个应身又变现成无量的化身。应身、化身跟真身一个身，啊，应化身跟真身无二无别。啊，你临终时可不要去问呐，佛，你是化身还是应身？你就去不了了，佛就不见了。啊，我们什么心态呢？完全看作真身，啊，不要有任何疑惑，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啊，如果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你得往生殊胜。为什么呢？生十宝土，你就变成上辈往生。啊，如果你心里想的，这是化佛，化佛跟真佛无二，你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你想到这是应身，应身是真身，你生方便有余土。你只一动念，你就降级了。啊，最好是起心动念都没有。为什么呢？纯真感应啊，不起心不动念是我们的真心啊，真心所感的是真佛了，是法身佛。我们动个念头应身，动个念头化身，马上就变了啊，不一样了。你往生的品位就不相同了，啊，所以品位是谁决定的？自己决定的，而且是自己一念当中决定的。啊，这个道理非常非常难得，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这样清楚。这样明白啊，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训练，练什么呢？对所有一切境界，我都不分别不执着啊，当然更不会分别执着了。那将来往生肯定啊，说不定真的这一往生就上上品往生啊，上上品没有够到，要上中品。不会到中辈下面啊，这是告诉你，你要真干，告诉你，你要是错用了心，那个麻烦就大了，怪你自己啊，不能怪佛啊。那为什么呢？到临命终时佛现前了，你会想起这是化身佛、应身佛还是化身佛？麻烦大了，你一下就下降，降到哪里去？降到凡圣同居土，还是往生啊？总算是不错，可是品位落下来了，品位高下就在那一念之间啊！真心切愿，欢喜无量啊，一个杂念没有。上上品往生啊，所以我曾经提醒过同学们，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修净土土的同学，不可以轻视啊，再愚的人，甚至造无逆失恶的人，都不敢轻视。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往生的一刹那，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上辈子品位比我们高了，真的造作无逆十恶的临命终是什么现象呢？地狱相现前。他要堕地狱啊，他吓呆了。这个时候要遇到有缘的人，高声喊他一声，赶快念佛。他听了，立刻就转到佛号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往生什么品位？上辈子。他那个什么分别之日是被吓掉的，没有了。一吓的时候吓的吓跑了。理上讲得通啊，事上是很少有，理上绝对讲得通。也就是无逆失恶，临命终是可以上品上的。这法门不得了啊，这法门真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上品往生的时候，那就是真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就是生十法庄严土啊。佛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这么明白啊，目的用意在哪里呢？要我们自己知道，希望争取最后一念的是真心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十宝土，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太殊胜了啊！你到极乐世界成佛非常快速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生活、饮食起居，都不要用妄心啊，都不要起心动念，都不要分别执着，随缘，什么都好，样样都欢喜啊。这个是这叫功夫，功夫在生活当中去锻炼，在工作里锻炼。无论干什么好，都不要分别执着。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练习，愿亲平等。练的标准就是净体，清净平等。一切时一切处，不要让外境干扰我的清净心啊，干扰这个平等心啊，不要被境界迷惑啊，清净平等就常常现前，这个人决定是上辈子。你这多重要啊！这个东西不能不学啊，这下面说，若悟佛言，本愿续续。这个是决定不可能。念佛人临终往生，决定阿弥陀佛来言。临终是没有佛来言，说明他没有往生。决定佛来言。
终被一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深矣，故居隐游。啊，若无佛言，本愿虚实。然经文中无来迎者，没有这一句话，且为分别三倍差异，为上报佛，中化佛，下是梦佛，一舍而已。梦见之后可见佛也，啊，一定啊见到佛来接引，故观经说化佛来也。我人上耳，宽善人也。啊，因为观经上讲下辈往生，啊，就是下三品，啊，下品、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这三品都是所造作无逆十恶的人。啊，观经讲上辈是大，这个大凡夫，啊，中辈是小凡夫，下辈是恶凡夫，造恶的。这经上这么说的。按上之论点呢，有三。第一个，彼佛有临终戒淫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淫戒，则犹为本愿。啊，这是事实啊。所以下下品往生，佛一定来迎。啊，观经下辈，居士我人，那佛上来迎；精进下辈，居士善士。啊，《无量寿经》上讲的这个下辈，那都是善人，没有说是我人，也能不迎。啊，哪有不来迎接之道理呢？啊，第三，汉无年矣，这是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的两种。啊，汉译的就是清净平等觉经，说上中二本也，居心梦佛。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呢也应如是。是故本经为梦境，言其前者，啊，梦境预兆，啊，这是往生的预兆。观经云见佛呢，是指其后者，就是临终。此时也说。啊，这是一种说法，一种解释法。二，另一说，如慧疏。啊，这另外一种讲法，为确实佛言，但仿佛似梦。啊，真的是佛来。啊，可是自己在这个时候好像是在梦中，好像似梦非梦，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俗语，梦见彼佛，如观经下三品人，命处刹那。这是在将要断气的那一刹那，啊，欲火来现，我这个造罪业重，这一定是无逆十恶，啊，这个地狱相现前了，欲火来现，虽佛来迎呢，
方佛不灭。啊，佛来迎接的时候，他心里头有恐惧，啊，犹如梦中。啊，若不尔者，何至临终啊？得安闲神游乎？往生决定是安闲神游。啊，神游是你的神识跟着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你的这个时候心态不安稳，不悠闲，这做不到啊。啊，书里头这段文有解释，啊，后面是黄念老的解释。盖为观经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比。佛虽现前，但亦神识不清，不甚明了，一息仿佛若在梦中。古人梦见必废。啊，若非有佛来引，焉能安心有此神力，而随佛神游极乐也。这个说法也说得好啊。啊，这一位念佛的人功夫也不错，但是他造的业太重了。啊，所以临命终是见到地狱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张善和往生的时候就先留下。张善和是个屠夫，杀牛为业，他一生杀多少牛啊？临命终时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向他索命，啊，杀人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啊，这是地狱向现前的啊，他大叫救命啊！啊，这元豪啊，真不容易啊！啊，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就进去看看什么回事情。啊，他就说，他看到许许牛头人问他说命，出家人立刻就知道了，告诉他，大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这一念就转过来了，就很啊，他了手上给他一把香，拿着香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他告诉他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是什么品位？没人说啊，但是我们知道他品位决定不低。为什么？临终一下了，把他起心动念给吓跑掉了，分别执着也吓跑掉了。
啊，如果这个时候的心没有起心动念呢，那他就尚未往生。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中品往生。啊，他不在下辈，这个人几率太少了，哪有这么巧？啊，正好叫救命，有一个人的出家人听到，啊，他真的就来帮助，啊，你真的就接受，就成就，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这种缘分，我们想来肯定是张善虎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净土法，阿赖耶有善根种子啊，所以别人一提，他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显现，啊，就成就了。因此我们知道人往生西方净土品位高下是最后一念决定。啊，我们生前怎么念想想可能到哪个，但是未必。啊，真正决定是最后一念。如果平常没有修积大功德，那临终一念不容易。啊，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珠，这是侥幸的。啊，实在讲不是侥幸，张善和不是侥幸。啊，徐氏善根深厚。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没有遇到。啊，所以他临终也可以算得上非常潇洒。啊，一念生念，他就往生。良书所变随意，但为下辈往生，亦有佛来是意。啊，张善和说佛来引起。啊，这真正是造恶的典型。啊，恶人往生。殊途同归，故并引证，以证四智。啊，引证来做证明。至观经下品三人，居士我人者，啊，那么现在我们生在这个社会。看看芸芸众生，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我人？肯定是我人啊！为什么？我们伦常没做到，五伦五常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基础啊！啊，为什么没做到？没人教，这是真。
啊，古时候有人教，虽有人教，做到的人并不多。啊，但是没有人不懂。啊，现在人没有人教，没有人懂得什么叫无能，什么叫无常。无常、无能与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啊。啊，关系太大了。你知道，你这一生的心行有规范，有轨道，有原则，你能够遵守，在这一生做个真正的好人，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不懂佛法，不知道修积功德，福德肯定不修啊。啊，福德修得好啊，来生享受的是天道啊，啊，比人道的福报大了。啊，无常更是念念不忘啊，人是爱人。啊，你看看古圣先贤，谁不爱人？你看看世间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哪一个宗教的圣贤不爱人？没有啊。啊，佛家讲，佛教是什么？啊，一般人回答的，这祖师教给我，佛教是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教。啊，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就是一切佛。诸佛啊，是一切佛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十二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慈悲就是爱。啊，理智的爱不是感情的。啊，所以佛家不讲爱，讲慈悲，因为爱里头有情，有情执。啊，慈悲没有情执。啊，这个世界上宗教，信仰人最多的。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啊，这个三教是一家人呐、啊。他们所修学的就是新旧约，啊，犹太教是旧约。基督教是新，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这一家人。你看那个经典里头，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这一句，这一部圣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啊，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每一篇重要的经文前面一定有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的根源呐，所有宗教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教育就是爱的教育，佛教教育是慈悲的教育。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仁爱的教育。这是真，这是人性。啊，中国古人讲，本性本善。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就是大慈大悲，大仁大爱。现在我们没有了，真的没有，彻底的没有了。啊，为什么？人他不爱自己，这是连根都拔掉了。啊，所以他不会爱父母。他连自己都不爱，人要自爱就不会糟蹋自己。啊，凡是糟蹋自己的时候，不自爱呀，啊，不学好啊，不学仁义道德就不自爱。终日迷惑颠倒，啊，起心动念，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甚至损人利己，所以说。现在的人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丧失了道德，那真的连畜生、连鬼都不如。啊，这是观经上讲下品三人居士恶人，啊，我们算是非常幸运，啊，生在这个时代还能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无量寿，无心中之大心啊。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没有接触到，造作不少的罪业了。啊，接触到佛法之后，才渐渐知道是非善恶，
啊，忏悔业障，改过自新的，啊，知道法界虚空界里头有一个极乐世界，有一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法音帮助遍法界虚空界里面六道众生，即使造无逆十恶的重罪，幸亏还好，我们还没造这么重，罪业是有，没这么重。啊，回头是岸。啊，依照这一部经典的道理去修心，啊，依照这一部经典的教诲去修行，啊，身心端正。具足身心协力，求生净土，必定得生。这个机会一定要记住，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可不是容易事情，遇到了要疏忽了，那真的是无比的重罪。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帮助你一生成佛，你把它轻易错过了。那就应该到地狱。善导大师为下品上身者，是造十恶轻罪的范夫。下品中身呢，是破戒次罪的范夫人。下品下身是居造无逆等重罪范夫人。毕竟下品，毕竟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经上所说的与本经相违者何？跟无量寿经所讲的不一样啊！啊，这什么缘故？往昔大师说，啊，在他注解里面讲，下辈之内有多种故，观经说悟，经说善人，故觉经。觉经就是无量寿经，汉译的。云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慈心精进，不当嗔怒，斋戒清净。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啊，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果。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净，有这么几句经文啊，其三辈者，
当断了爱欲。为什么？爱欲不断，你贪恋这个世间的情执，障碍你发愿往生啊！必须要把这个放下。啊，我们一般讲情执，娑婆世界的情执是障碍你往生的第一个因素，力量最强。啊，最不容易放下的，啊，这个不放下，你就不能往生。啊，所以放下之后呢，无所贪慕，你对这个世界一切法再没有贪念，全放下。啊，然后进一步慈心精进，慈悲心、爱心，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啊，精进不懈。啊，这个精进就是一向啊，不当嗔怒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决定不能够发脾气。为什么？几分钟的嗔怒，就把你的功德了烧尽了。佛经上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吧？火烧功德林，你很不容易修集的功德了，一发脾气全烧掉了，功德变成福德了。所以你要问你修集多少功德，你想想什么时候没发脾气？心地清净，啊，没有分别之处。你做的一切好事都是功德。啊，如果一发脾气呢，全变成福德，功德没有。功德难了，临命终时发个脾气，一生的修就完了。所以叫火烧功德林，啊，嗔恚之火，这个东西害死啊！临终发脾气，没有不堕地狱的。为什么？它跟地狱相应，地狱是一片火海。这是为什么？经教教人，人在临命终时，8小时之内不要去碰他。为什么？神识没走，碰他的时候，他会生烦恼，他会发脾气。不但身体不可以动弹，他躺在那张床上，床都不要碰他。走到他身边，离他床边，距离远一点，不要碰他，怕他生烦恼，怕他发脾气。这个时候一发脾气，卧倒去了。这个事实
很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触摸他。最大的忌讳，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讲得很详细啊。啊，这真正懂得了，要爱护他了。啊，帮助他生善道，不要帮助他生恶道。啊，斋戒清净。啊，斋，日中之后就不吃了。啊，戒是戒律，无戒是善，必须要遵守啊。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余生余是希望，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生到极乐世界，生到弥陀净土，清净阿弥陀佛，啊，所以往生品类千千别万别千数啊，我们讲千差。啊，三杯九品只是初分啊！啊，故一个下品当中，以类别无数，毕竟明我人，本经则知善事。如汉仪下辈之人呢，确实修善者。啊，下辈修善的下品上生，下品众生啊，作恶的下品下生，看他的恶大小啊，善大小个个不相同。啊，念佛往生，没有往生之前有差别，往生之后借助阿惟越之菩萨就没有差别了。啊，这又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我们真的想去，那你就真的要相信，你要相信这部经是真经啊。夏莲老给我们汇集的五种云一本，这个本子就是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稀有难逢啊！啊，五种本子不好读啊，他把它一整理一汇集，这一本就是最完善的本子。读这一本五种原一本，全都读到了啊。黄念老的注解引用了93种经论啊，古大德的一些著书，我们读他这个注解，这
53位大善知识对本经的学习心得啊，分享报告，我们全都得到了，多稀有，多难得了啊！能不珍重啊？决定往生，一定要以这个注解啊，这个汇集本的注解。然后这一句弥陀就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